自己拿着。回去吧，啊，电梯关。爸爸，拜拜。拜拜。甜甜，哎，你爸呢？回来。你吃饭吧。我吃过了。小翔啊，这人多的时候啊，妈总是没有机会单独跟你说话。你要知道啊，你虽然不是妈亲生的，你也能看得出来，你跟你两个弟弟妹妹有不同吗？啊，我疼你，比疼你弟弟妹妹还多一点呢。我就怕你受委屈，你爸活着的时候也怕你受委屈。哎呀，你日子过得好坏，开不开心，我真的非常在乎。你知道你跟小平现在过得不舒服，妈心里有多难受啊。小平吧，这孩子也是，我也不是说他什么都不好啊，他确实有很多缺点，可既然是一家人了，就不能太计较了，他的缺点你也要接纳，他有什么做的不对的，你多担待点儿，啊！你要是跟他真的离了婚，别说我，你怎么对得起你死去的亲生父母啊？你爸在九泉之下，他也闭不了眼睛啊！啊，妈，顺其自然吧。哎呀，不能顺其自然。一定不要离婚啊！离婚这事儿啊，千万不要再提了。你要是觉得不好意思，妈跟你去，我给他道歉，啊！妈，妈，您千万别去找他。哎呀，这小夫妻俩吧，吵吵闹闹，有点什么矛盾，很正常的。你不要认真啊，日子过得太认真了，自己太累了啊，工作又那么紧张，啊。爸，我知道您说的这些，我全都知道。我平时不是没有让着他，可是你知道我这个做儿子的没有什么本事，我没有什么能力能让您过得更好，报答你。哎呀，别这么说。但是我至少不能让他来伤害您。可是金小平他做的这一切，我妈，您别想那么多。我们做子女的，我只盼着您的身体健健康康的，对我们儿女来说比什么都强。哎呀，我很好，放心，你都看见了，妈的日子挺好的。你看，生活好，没有负担，什么那个什么吃嘛嘛香啊。啊，好，听到没有？哦，对了。记住妈的话啊！哎，这里有点钱，你给小平带去，不管多少，起码两个月的贷款能还掉啊。妈，妈，这钱我不能要。傻孩子，你听我的，拿着。妈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弟弟妹妹可都不知道的啊。妈，我欠您的太多了。这傻孩子说什么呢？我们母子俩还说这个，不要往心里去啊。哎呀，自己的身体当心点儿，给妈笑一个，笑起来还像小时候那样的，绵绵甜甜的。哎呀，好。嘿，瑞妮，哈哈，在这儿碰上你了啊！哎，老妈，你去那儿给我孙子办点事儿去。啊啊！我最近怎么老没看见你去丁香香那儿了？其实最近我老去，就是没看到你。你是听说有对眼的？有绯闻，是有个美女在追我呢。
等等，那他为什么要让他喝尿？嫂子，你回头试试这个啊，这是一种新的进口的那种降压药，如果这个药好呢，以前呢咱们就不吃了，好吧？哎呀，你又去花钱，那老药我还没吃完呢，吃完再说。哎，你别吃完，这个药好，咱们就直接吃这个了，好不好？行，就这么着，药就是吃新的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刚才那个我来的路上，你猜碰上谁了？瑞尼。完后啊，我就跟他那个瞎聊天啊，我就说，哎，你要是敢结婚以后对我嫂子不好，我就做了你。瑞尼当时啊就跟我说，你不敢，他可认真了，还挺逗的。你看你跟他开这种玩笑，什么叫做了你啊？他会被吓着的。是，你以后啊别和瑞尼说这种伸脚前脚的话。那个，我跟老耿都是开玩笑，开得惯了，也没怎么着。你现在没怎么就护着他，讨厌，谁护着他呀？不说我走了。哎，等会儿，你坐下，我问问你。啊，什么？你老实说啊。啊。你最近跟张姑发展的怎么样了？还行吧。哎呦，还行吧？你得抓紧时间呐，主动出击啊，不能让这事儿给黄了。是，我知道。就那个，其实他从开始啊送我那个剃须刀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他还对我有点那个意思。告诉你，你师兄不在，我做主了。我得让他一点一点的上瘾。你是毒药啊，人家张工可是工程师，是有学问的人，你就绅士点，浪漫一点，送束鲜花呀，买个小礼物啊，香水什么的呀。我啊，对呀。行，我知道，我懂了。嫂子，我跟你说句实话，我这辈子啊就从来没有让一个女人追过我，我就特想她追追，我感受一下被女人追什么滋味的。哎呦，你是男人吗？你这癞蛤蟆能吃到肉就不错了，你还想吃天鹅肉啊？谁癞蛤蟆？最次也是田鸡呀。你不是癞蛤蟆，你去照照镜子，癞蛤蟆都是高抬你了。我照镜子也是国民女婿啊。哟，你还国民女婿，好意思吗？行了，我不跟你说了啊，咱俩审美不一样，走了啊。记着张姑的事儿啊。哎，那行，哎，但凡有一点进展，我都向你汇报。谁让你是我嫂子呢？哎，药啊，想着吃药啊，抓紧啊。哎，我记住了。哎，等会儿。我去不了了，我得去开个会。哎，自己去吧。啊，你要去开会啊？嗯。那我一个人去多没意思啊，我也不去了。哎呀，要不这样，你把这个票啊，找个同事送我吧。啊，别浪费了。你是师处长吗？我是蔡爱人。哦，处长呢？处长在忙工作，过不来，让我替他出席一下。哦，麻烦您在这签一下名。好。来，给您。有礼品是吧？对。那个，我还有一张请柬。啊，不好意思，我们这儿有规定，每位嘉宾只能领一份。是吗？行，您这边请。来，给您，您这边请。一边请。
我接个电话，你帮我定一下。哎，好的。你好，您请讲。哎，给您。你好，这边请。给您。你好，这边请。来，给您，里边请。其他活动吗？今天是冷餐会，中间会有抽奖吗？没有。谢谢啊，没事没事。那我先过去。哎，嫂子，盘子，啊，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没事，过来溜达溜达。你呢？嗨。人家啊是请你哥的，他忙来不了。啊，我一想也别浪费那个请柬，所以就过来凑个热闹。我来的目的很简单，我就是看看能不能碰个瓷儿。碰瓷儿？这不太好吧？嫂子，你看你落伍了吧？碰瓷儿在这种场合里，那就是邂逅的意思。哦，哎，兰子，你就是聪明啊！我们家小慧就不会这一套。这种场合碰瓷儿的概率特别高，对。哎，今天来了不少专家，都是成功人士。一会儿看着合适的，赶紧碰一个。必须的。祝你成功啊！先拿吧。我大学同学。他是你同学？嗯。那他多大了？他比我跟小慧还大一岁呢。比你俩还大？嗯。哎，那他怎么看着挺年轻的呢？嫂子，那是你不了解他。哎，他每天早上起来，不知道往自己脸上糊多少层，才盖得住他那块眼睑地。你这嘴呀你！你不会是嫉妒人家吧？我嫉妒他。行吧，皮特先生。嗯，林小姐。哎呀，好久没见。你最近忙什么呢？在干嘛呢？怎么了？这位是我的朋友，Rainy 先生。He's very good。他开车是一个中国人。中国人？啊，没事，是中国人吗？哎，嫂子，你看那个是不是 Rainy 啊？我们三个人合个影吧。Rainy。好像是吧，对，就是他，没错。来，我记得他，他来我们单位找个小慧。是吗？来，好，你玩的开心啊。皮特先生到一会儿回来找你啊。呢喃，过来了，我们打个招呼。什么风把你吹来了呀？这么久都没见了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诗如的二嫂，这是秋丽丝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漂亮，谢谢。这么久没见，你越来越漂亮了。你今天也是光彩照人呢。哎呀，
别提了，我最近都快累死了，满世界飞。我上个礼拜刚从斐济回来，明天一大早还要飞瑞士参加一个手表活动。我本来啊想在瑞士啊待几天，清闲几天，顺便打个羊排素。结果啊，我怕了的女朋友非要我过去给她做伴娘，你说我累不累？满世界飞。丽丝啊，刚刚跟你合影的那两个外国帅哥都是谁呀？那两个啊，一个是我老朋友，一个是我男朋友。男朋友？哪个是你男朋友啊？就刚刚的那个。来哦。认识你们很高兴，我们也一样。我希望有机会合作。都督馆长，都督馆长，啊。他叫什么名字啊？他叫 Really。Really。他们啊就这样离开我一会儿都不行，那我先过去了啊。你呢，等我瑞士回来请你吃泰国菜，你也一起啊。嗨，亲爱的，我来了。嗨。Hello。 人家是女人，咱们也是女人，怎么差距这么大呀？吹牛谁不会呀？又不上税。你的意思是，他刚才说的是假话？你以为呢？嫂子，你还真以为他说的都是真的呀？你看他说话那样，哎呦，满嘴跑火车的。啊，还今天斐济，明天什么地来着？帕劳。啊，对，帕劳。我看他连山海关怎么走都不知道。吹。兰子，谁要是得罪你，可真没什么好下场。妈，要是光看照片吧，我也不太相信瑞妮是这种人。但我是亲眼看到的。我今天下午代替小何去参加一个中外专家的联谊会，正好兰子也在那儿。兰子跟我说呀，这个丘丽斯还是他大学同学呢。丘丽斯过来跟兰子打招呼的时候，他自己亲口说的，说瑞妮追了他很多年，是他男朋友。妈，其实这个事儿吧，我本来当时没想告诉您的，可是我左思右想，我又觉得我不告诉您吧，我对不住您。毕竟这个瑞妮他是外国人，咱不知道他的底细呀。你可千万不要被他骗了。我知道了，你回去吧。妈，您没事吧？没事，你回去吧。啊。我先走了，路上当心啊。妈，您真没事吧？哎，没事，去吧啊。那我
走了，阿妈，再见。奶奶，有人敲门，看看是谁。瑞妮也好。哎，在家吗？在屋里。好了，我去。奶奶，瑞妮也来了。你好。昨天我给你打了好多次电话，你都没接。我手机坏了。奶奶，你手机没坏啊？刚才还有人给你打电话呢。少插嘴。哦。点点。啊？这是你的作业。嗯。我看一下。就这个，要不这样吧，你先到客厅，坐一下，我待会儿来帮你做。No problem. OK. Good study today. 想想，你是什么意思啊？没意思。我是不是又犯了什么错误？没有，是我自己情绪不好，是我自己的原因，你不要多想。那我就去帮点点写作业。随便。Okay.
小慧，最近我跟香香的关系还挺好，可是突然就变了，总是声东击西的在跟我玩游击战。你真幽默，他没有心机。我听说你前两天去参加了联谊会，是吧？是，我跟 Peter 去的。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我有个闺蜜叫林兰吗？她也去了。我林兰邱丽斯，我们是同学。邱丽斯跟林兰说你是她男朋友。我是她男朋友？她是怎么说的？That's completely ridiculous. It's a fantasy. I don't know her. 你别太激动，不仅是这些，邱丽斯还说你追她很长时间了。这是什么品种的人？他过来要求我跟 Peter 一起喝耶。我全知道。可你的香香听说你搂着一个女孩拍照，也算正常反应。要是我的话，我也会生气。这太可怕了，我这叫 Peter 说。你先冷静一下，我觉得呀，今天晚上我跟香香说清楚就没事了。不，这不行，这个邱律师在我身上掉脏水，我不是奴隶，我要反抗。行了，我要是你的话，我现在一定很开心。有毛病。我妈能因为这样的事情吃醋，说明她喜欢你。哎。我不中。老公回来这么晚啊？哎呀，你去找我有事儿，赶不去。赶紧去洗澡，一会儿我有事儿跟你说。说吧，什么时候办手续？我不会跟你离婚。我朋友孩子上学的事儿，你给问了吗？问了。校长答应了吗？能答应吗？要是哎呀，再看看吧，最后再说。多明显呀，弦外之音。那你赶紧办啊，马上就开学了，别耽误人家孩子上学的事儿。哎，要不这样。你抽个时间带我去一趟，把这根线儿给我搭上了，你就甭管了。以后孩子上学的事儿，我不就办了吗？我告诉你啊，这事儿你不要插手。不行，你就带我去一趟吧。往里点，往里点。老婆，人家啊是看着我的面子办事儿，你去管什么用啊？我是你媳妇儿，她不得顾忌点啊？哎，怎么着？你还瞧不起我？我一个小女子，普通老百姓，我把你摘出来多好啊！啥样？我看你啊，还是老老实实上班吧，别想这些乱七八糟的啊！我去勾兑一下有好处。哎，这可不行啊，这叫助纣为虐。我每次去找他都，哎呀，我们这里啊。生源多，名额少，啊，还是到最后看吧。像你们这样的孩子呀，即使招进来，也没有一个班主任想要。啊，这事儿又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，教委那边三令五申啊，不能收赞助费，我也是没有办法。如果你们非要想的话，到最后再说吧。但是。没有学籍，呵，每次一找他就跟那个复读机编好程序一样，老一套。孩子上个学都这么费劲。行了，睡吧，别想那么多了啊。我都来了三次了，你到底想怎么样啊？如果你现在想好了，我们现在就可以去办手续。你总得给我一个机会吧，你总不能看着点点没有父亲吧？
我会跟点点解释的。你想好了？我觉得只有这样，才对我们两个都好。就因为这点事儿，你就不原谅我了？这不是原谅不原谅的问题。金小兵，你是知道的，我从小就没了父母，是我妈给了我一个孩子应该得到的母爱。咱们现在做人，至少怀揣着三颗心吧：一，爱心；二，怜悯之心。我知道错了，我保证以后我再也不干这种错事了，你请原谅我。行行行行，有事说事儿，不要动手动脚的。那你说怎么办你才能原谅我？你呀、啊、你要跟我妈道歉。我现在哎，干什么？那我要是道了歉了，就跟我回家了。那如果我妈都原谅你了，我还有什么理由不原谅你？行，得寸进尺是吧？好了，以后不许再对我妈那样了啊。